嘿嗨的，我是西，我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天使海群岛。OK， 那么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头盔，把床炸掉翻脸，应该是不会炸床。干什么？走开！现在就是开始我们的一模一样战略开始 ，Go！当然我知道头盔在哪里，所以其他东西也不怎么吸引我，我就不给大家拖了。拖没有用，拖了反而一拖再拖没有帮助，所以这一集我打算直接去拿头盔。之后这边过去吧。哎呦 ，sorry，I'm sorry， 不小心挖太快。啊，记住，玩这张地图的时候，只能用点的，不要太狂妄。这是里面是肉，没差。头盔的话在这里面，那、我也懒得怎么做、这边我就直接跳了。哎呦！反正这边也没怪物，只有一些陷阱而已。陷阱我根本不怕。想干嘛 ？OK， 就是这么轻松，就过啦。现在就是前往最终之地。公开过。公开过，因为我是用同一张来，就是我现在还在后置影片，对，所以有点当。那现在就是前往我们的最终之地，就是我很想要把这一集完结，哈哈，超想。可是我是应该可以把这集完结吧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萨尔斯要打多久。哦，他是500血量没错，然后只要把他关起来就是轻松吊打一顿，所以就把一些门外之汉全部丢掉。那就先前往魔神萨尔斯的聚集点，然后之后在门口睡觉，因为地狱是不能睡觉的。是什么牵引光？等一下，我被牵引光牵制住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前往魔神萨尔斯的据点。人类哥啊！哇，刚做好的船要爆了。麻烦石头跟这种东西都这么多，为什么用石头盖床？等一下，我疯了，累个到疯了。尽量在没有荷叶的地方开船吧。这一集应该可以完结吧。反正神装也只能承受 BOSS 超级少的力量而已，它大概只能承受 BOSS 反甲几级，因为 BOSS 是全部都负25，够不够屌？蛮强的，所以可能会死很多次。这一套大概承受它差不多6级吧，就爆了。所以我买了一套星羽，星羽是在那个换神剑的铁匠铺那边有的。这边要上去有点麻烦，因为他没有给我电的支点，所以我只能现在用木头没关系，到地狱会烧起来才不需要用木头，就是从这边开始电。都结束了哈。装备、瘦神器都结束了哈，成就我不管了，成就都是成就乃身外之物，不用管，成就都是一些虚伪的东西。进去里面完全只需要这三样东西，这几样东西就够了，啊，全部换成这个。等一下我手机苹果变这么少，哦，是天魔晶，这食物也不要，食物是用这个，火把也不用啊。
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身上站的这一排就是打 boss 需要的。OK， 啊！欸，大吃惊哎！不好意思啊，我飞一下，大家知道我上来过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又到了，虽然是用非常人道的方式来，那。睡，都可以睡，大家都能睡。好，我们就来挑战最后的大魔王吧。OK， 好，那到大魔王之前呢，必须走非常大一长段路，所以我才说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地狱不能睡觉。哪里走？欢迎光石走嘛。两个守卫滚开，我要见大王。哎，我说我要见大王是见你吗？啊！我管他的。那当然，绝对一个好玩家是绝对不会走门的。门这种东西也是虚伪之物。门这种东西，通不了，太远。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。哎呦！干什么？好，换另外一边。蛮硬的嘛。恭喜你发财！哎呦！差点被他了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就是把。这边只剩下一个洞嘛，你们就……哎呦，等一下，不要掉下去！我们谁？啊，撤退！啊，撤退！哇，小鹦鹉！好，可以下去跟他单挑了。吸一点装备补给。谢谢啊，里面应该是非常多的金苹果啊，剩下全部不用拿。那我最讨厌的就是打脚胶。首先，就是开始缩短他们的按钮，缩短他们的生活范围。然后就是把自己垫起来，尽量不要被击退到其他地方。就是用尽自己的全力。哎呦，他们会不会出去？啊，剩萨尔斯你啦，萨尔斯，剩萨尔斯你啦，萨尔斯，萨提斯，到最后残血的时候，再换套另外一套装备。
石下去。Open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萨尔斯想去哪里？哎呦，双双击退。双双击退，够屌！不愧是萨尔斯，换上我们新的一套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OK， 好，我回来了。我继续吧。等一下。OK， 好，因为 1.5 有个奇怪。神装都还没用到啊！魔神之甲，好，那全部都结束啦。那这个系列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哦，它全部都付15啊，不是25啊，讲错了，25可能是原版吧。我记得有的是25。哦，我记得有的是25啊，是改了。那就钻石窟混搭风，因为熊角快爆了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熊角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这边结束哦，不是今天的实况，那我们这个系列这边结束哦，那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咯，拜拜。